听生命电视与你共同救护生命。接下来请收看传奇法师弘法行。这两天因为下了几天的雨，这个我们的溪水涨起来了，所以这两天我在这边休息，头枕着溪水一样，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溪水为什么会流？请问大家，水为什么会流？为什么会流啊？为什么会流？有落差，对呀，受地球的吸引力，受地球的吸引力的作用，有高低的这个形成这样的势，而让这个水啊从高而趋向下。这是物质的本态，在地球上的本态。人为什么从生会到死？为什么？那照你这样讲是正确的，人从生到死是正确的，也不要聊生死了。那我们出家还干嘛嘛？生死也不要聊的，本身不要聊，万事万物本来就是生死的。变化就是生死。那我们出家是干嘛的？修心，那照你这样讲，生死都不要聊，那生心要修干嘛？心是没有生死的。好，我们这个讨论呢，开动脑筋啊。这个水啊，从高到低，我们生命从生到死，所以呢，李白是不是李白讲，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们了的是什么？我们了的是什么？那我们修道修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水从上到下好像很自然吧，但是为什么在圣者面前，圣者可以喝断流水，圣者可以让水倒流？这代表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要修的了。我们的生命就像水一样啊，从上往下流啊，随着自己的本能，水的流动是因为地球的吸引力，好像应该这样的。我们人从生到死也是这个本能的这种习气，所以称为叫烦恼流。如果是烦恼流能断的话，才能到那个圣的彼岸呢，不生不灭的彼岸。甚至可以修到那个返老还童还不算那只不过是要修当中有点锐相
修到后来可以变老，可以变小，可以变狗，可以变石头，可以变树。那我们现在算什么？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口头禅了。这口头禅是不能了生死的。所以觉得真的很惭愧啊！我躺在那边看着，听着溪水的流动啊！我说，圣贤，圣者能喝断的水流了，甚至脚踩下去的时候，水自然会停住了。当佛陀过那个泥莲禅河，当时泥莲禅河发大水，泥莲禅河旱季的时候是水很少的，但是。夏季雨季的时候，哦，那个水很多很多的。他要去渡那个释火外道大迦摄的时候，当释迦牟尼这个时候脚踏进这个猛烈的洪水的时候，洪水竟然停住了，给他让出一条道来。哎，所以啊，我们这个彼此的在这边讲这些的话，就是为了大。我们自己升起一个惭愧心了，我自己想，所以我就很惭愧，很惭愧。今天晚上我正好又翻到这个这句，我们要讲到这一首诗了，哇，寒山大师是这样啊，所见皆俗，先识更无明。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又多了一两个。坟头，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所以大家都是要好好的勉励啊！自证孤蓬影，长林拱木深。这两句，哎，千万要我们的生命要停留在这两句上，不要最后弄一个结果，先死更无名，那就糟糕了。哎，后面两句不要，后面你怎么不要？这个不是说不要，我不要看捂的书，这不行的，这要捂住我们自己。要犯这个东西的时候，赶快把它要捂住哦。哎，立戒恶，哎，立修善，立自尽其意，这要尽力啊，所有一切力量都要集中起来做这个事情的，哎，最重要的事情。这样才能把后面这两句啊给舍掉。在我们的生命里，把它舍掉。如果恶不能断，善不能修，义不得尽，哦，那这就被寒山大师说中了，所见皆俗骨。哎呀，糟糕了就。所以修行啊不容易的，修行是往内的，不是世间的往外的，是往内的。往内什么？要讲口头语的话呢，我有一物不随四时而凋，常在门头发大放光明，这都禅头口头禅了，这了不了生死的。哎，有是有，你有狗也有，不修有什么用啊？所以说不要修的那个东西，不要修的，不增不减的，不要不修，你试试看呢，不要修。渐渐人已老啊，渐渐人就老了，衰老了，靠太平间越来越近了。哎，这个不容易的了。确确实实我们有不生不灭的，确实是有。不修总是闲呢。哎，这个。修行是真实的，所以达摩祖师以前说，悟道的人多，修道的人少了。所以这首诗在这里面，主要是激励我们要去实际的修持，实际的去修持。如果不去实际修持，这个荒尘，这个坟茔，少不了我们自己的。所以下面第19首。21页第19首，寒山大师的啊这首诗啊，看上去好像我们看上去
这首诗，你看，我们先读一遍啊。鹦鹉在西国，鱼罗不得归。美人朝夕弄，出入在庭闱。赐以金龙柱，窘哉损羽衣。不如鸿与鹄，飘扬入云飞。这个里面呢，这个看上去啊，好像是啊，很好很好理解的，看上去也只不过有一点点啊，怜物之情而已啊，好像是字面上看，好像像我们去过印度的知道，印度那个鹦鹉很多的，好，所以这个啊，印度啊，在西方啊，啊，我们的中国的一些西域或者是印度啊，那个鹦鹉很美丽的印度，但是被别人罗网捕得了之后啊，贩卖啊，被那些喜欢那些花鸟的人呢、啊、买回来啊，关在挂在自家的庭院当中，虽然住着啊那个很精致的那个鸟笼，但是狭窄的鸟笼里面的这种啊这些的啊粗糙的部分呢、啊，勾勾盼盼呢、啊，会把鹦鹉的羽毛啊给勾下来损坏掉啊，就因此，所以这里面好像看，哎呀，这个你看多不自由啊，所以不如鸿与鹄飘扬入云飞。表面上看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深察寒山大师的心的话，我们会发现他看着我们人寰茫茫的众生，他这八句远远不是这个字面上的这一点点的意思啊。这个西国也可以比喻我们的这个佛性了啊，比喻我们的佛性啊。鱼罗不得归呢，这是什么啊？当我们丧失了我们的本来面目的时候啊，所谓无名原形，形原识，识原名色，名色原六入，就是这个啊，被这个识网所捕，然后来到这个对待的世界，哎，美人朝夕弄，出入在庭闱，啊，被限制在这样狭隘的世界里面。这个里面啊，所以我看这个诗的时候，我们作为出家人，读我们出家人的诗，就会这样去领会。不如鸿与鹄飘扬入云飞。大家的鸿鹄之志啊，很大的鸟，它是哦，一飞起来啊，展翅的话飞几千里啊，几万里，他们在天底下自由的啊，自由的飞翔，他的家是那样的大。这个里面有这样子，所以我们这边再看一看楚石大师和石树大师的所贺的诗，就会把这首诗更加的我们了解他这样的氛围啊，所要表述的。金龙锁鹦鹉，鹦鹉苦思归，即使
烟霞瓣，涂上锦绣围。临风吐音响，对月理毛衣。若得君恩放，还寻陇树飞。这一句里面，若得君恩放，这个里面还是期待着别人哦，期待着别人如果能放我们的话，赶快飞回哦，陇树间去哦。但是石树大师这里的喝的，就更加的，我们觉得有对寒山大师的这个底蕴啊，更加靠近他了。他的这个是蕴含的这些，他这个词的所蕴含的那种对世人的忧伤，这个石树大师啊，更清晰的能表现出来。乾坤一笼耳，人鸟将何归？安得持金粟，耳中依锦围？扶摇乃玉器，歌舞漫赛衣。我志不济落，盆盆空外飞。所以他这里石树大师啊，就是把说这个乾坤只不过像一个鸟笼一样了，鸟也好，我们人也好，归到哪里去啊？所以这个里，所以寒山大师的这个八句，他的比喻在石树大师这里真的把他一下子就，所以他这个鹤的诗就仿佛在解释着寒山大师的真意。你看我们现代那个有个科学家史蒂芬霍金，你看他是天下最残疾的人呢，动也不能动，我看坐在轮椅上连个头都不能动。但是虽然四肢也不发达，身体甚至连简单的动作都没有，但是他却是一个懂得真理的人。只有他感叹出说，人啊人啊，最大的困惑就是时间与空间的。人在时间和空间面前就犹如小鸟在笼子里一般呢。所以今天我自己也在这边在自言自语的，我也在说，天地上的经纬，地球的自转，切割着我们太阳的磁力线啊，在这个宇宙的这个纷杂的引力与磁力当中啊，编织出我们的这个这个世界的图画出来，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虽然浅看哦，仰仗于父母乃至于世间的这些四大，设外在四大而成我们的身体，但是在天地之间种种的因缘的凑合，岂止万亿编织出我们的生命来。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现在的这种人的这种身体就犹如一个无形的镣铐，无形的监狱一般，我们没有办法来超越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来超越。笼中之鸟一般，在我们佛教徒的面前，鸿鹄之志谁呀？就是佛、菩萨、声闻缘觉这些圣贤与三界得自在者。所以
我们来学习这个寒山大师的这八句啊，我自己觉得有会激发起我们这样一种的修行的这样一种志气来。所以在那个国清寺出的这本寒山诗当中呢，他不是写的飘扬入云飞因为飘扬这两个字啊，他以前老的是摇荡如莺飞。摇是扶摇直上的那种那个摇，当时好像是汹汹在空中翱翔的那种一种气势，这个是古写的这种字啊，他这边用简体字，他把它换成飘扬了，这飘扬两个字啊，没有摇荡这两个字的这个气势，没有那种气势。但是，看这个词啊，得其意，得其意，这样子，寒山大师以文来扣我们这个古往今来的扣我们的这个志气，把我们志气大门能够打开让我们的心胸为之一振，继续的。修行是很不容易的了，你看我们刚才看那个电视，在看电视，所以作为他们世间的艺术家，他就这种表示表演，世间的人也就喜欢看这些东西，我们看着觉得哎呀不过瘾，总觉得好像不过瘾，我觉得看那一段。哎呀，那个一个小时远远不如这八句来的，让我们这个舒畅来的，这个小的册子翻到22页，玉堂挂珠帘，中有婵娟子，其貌甚神仙，荣华若桃李。东家春雾和，西舍秋风起。更过30年，还成甘蔗渣。这个我们的寒山大师的诗啊，在文学的角度上称为叫白话诗，但是这样，这个。随语道来非常好懂的。字面上说玉堂那个美屋很漂亮的房间，而且门上挂着珠帘，在这个门里面呢，在房子里住着的呢是。貌似神仙的婵娟子，婵娟是中国的四大美女之一荣华若桃李，那个其美啊，后面这两句都是赞叹她的美，像神仙一样。什么样像神仙呢？容貌桃李那个桃。然后就是说那个白里透红的那种梨嘛，是那个梨花开的时候梨花是白白的那种来比喻，就像我们刚才电视里所看到的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都很少这样子直接去看过一个男的，很少直接看女的，而且凑那么近大特写的看你不大会的。女的呢在生活当中也很少去看男的，所以现在电视是这个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电视我们记得有的，虽然有的学佛多少年了，有的一些还是很爱看电视。为什么？电视一个人坐在家里看电视这个
这个看婵娟子啊，多电视里都是找的这些啊，容貌漂亮的啊，也很多女孩子呢也是喜欢在这个电视里啊看男孩子啊，所谓的梦中情人呢啊，这个过过瘾。现在都是很多电影，像韩国都喜欢找一些啊少男美女哦，这个做这些偶像片，还专门拍这种偶像片，嗯，这个特写镜头啊，比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生活当中往往看不到这样子的。而这里面，他说有这样一个啊美女，这样一个美女住在这个城市或者村落中的话，隔壁邻居的话都是会有啊，这心里面痒痒的。所以东家村务合，如果这个女孩子啊跟东家的少年有一点好感的时候啊，哦，这西家的少年呢、啊、就是西社秋风起，西家的少年哦，那个心里难过，哎，你说是嫉妒吧，是什么都谈不上，反正那种难过就像刚才我们看的那个一样，哦，这个哎，元皇跟他好，你看这个啊什么道吉啊，于道吉啊、哦、心里难过，哎，他要跟于道吉结婚了，哦，元皇听了心里难过，哎，就是这样一种所以寒山大师在这里他把人的这种心啊像照镜子一样看得清清楚楚，但是说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美女子，哦，东家西家啊都是心那样子的微妙啊，更过30年，这个时光啊忽然一转变，更过30年怎么样，还成甘蔗渣。我们小孩子吃甘蔗，现在我们吃甘蔗，甘蔗吃了糖水咬掉了吐出来的什么甘蔗渣还能卖钱吗？甘蔗渣还有人要吗？哎，就那样。也就是说那样子的玉堂珠帘之后的婵娟子，30年之后我们所谓讲的人老珠黄啊，就没什么稀奇的了。我们电影里看到，你看刚才看到那个媒婆，大家看到这个媒婆都当她是笑话，哎，小丑一样的这样子而已，哎，所以这个里面，他这个一句诗，这个一首诗里面，既让女孩子啊，既是女孩子看了女孩子有觉悟，男孩子看了男孩子有觉悟。但是这个人世间呢也觉悟也是需要有前提有善根的，有的人就哎，别说还成甘蔗渣了，有的人甚至修行修到白骨观已经哎有一点点成就了，但是他还是看不破，哎，我们这个修行里面叫多欲众生不净观，那就是不净观怎么修？看到哦美女，看到哦俊男，还是会动心的，哎，还是会动心。动心倒也算了，动心还不觉呢，哎，还不觉察哦，就像那个一样，这个。寒山石里啊也是有的，我以前读到过，所以这个人呢、啊、对这个对这方面的心细念这些东西啊，哇，不单单念起还会细念，
还会思念呢，哎，所以这个生命啊，说不漏是很难的。我们这个生命里啊，不漏是很难的，而且是很奇怪，越修，你说我防止，我读啊，我持戒，结果越修啊，奇怪了，这个不读还好呢，一读有时候这个念头更重。那个念头更重，所以大家修修修修，就是啊，不限神仙啊，不限啊，只限鸳鸯不限仙呢，叫哇！所以我们看前面看的这个了凡呢，他用的这种很多的镜头语言啊，是。我们世间人都是很容易接受的，哎，我们看了嘛，就好像觉得，好像他什么比较长，哦，这个怎么这么拍的这么细？那个很难做到的，一般性的都要很有功夫的才能拍到这么细的。但是我们看了觉得，哎呀，太那个了，哎。但是细细想想，我们的内心世界，哎，我们的内心世界是这样的。我们下面啊，还有楚石大师，他说喝的哦，他这个喝的很奇特，他这个喝的转了一个视角。寒山大师这里写的呢，好像是一种旁观者的评价的一个姿态来写的，然后楚石大师用一个什么姿态，有一个青楼女子的这样一个视角来写的。翩翩马上郎，借问谁家子，见妾有高楼，须君住行礼，鸡鸣北斗斜，鸦噪东方起，君意终别离，妾身在泥渣。她是一个青楼女子，哎，卖身的，哎，好像从那个啊，从他的青楼上看下来啊，这是大街上一个，哎，一个美少年胯下骏马，哎，然后就找他，哎，这个找他，哎，借问谁家子。这借问谁家子，心里面就会恋慕啊，啊，见妾有高楼，这样子。虽然你看啊，鸡鸣北斗斜，鸦噪东方起，但是啊，君意终别离。他这里视角很奇特，他是用青楼女子的这个视角。但是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会发现，哎，奇怪呢，哎，这个哪怕世间的夫妻也好了，哎，夫妻犹如同林鸟，同林鸟大难到来各自飞呀，啊。除了那个是妓女找一个啊美男子来过夜，这个男人会永远跟着你吗？不可能的，天亮了，打理行囊走掉了。那世间的夫妻也是如此而已了。有没有百年不散的宴席啊？没有的。但是我们这里说这个世间的缘分呢，缘分是要珍惜的，但是是要看清楚的，哎，是要看清楚的。在这个世间上，终没有可以托付的。情可以托付吗？情可以托付吗？哦，这个情啊，千里万里隔不断呢，但是这个情
是我们的生命不能移的，甚至，哎，过去人嘛，哎，那个夫妻人想喊啊，客气一点说，哎，相公，哎，娘子，哎，然后以后慢慢就知道了，就喊就不喊相公娘子，就喊什么？喊冤家了，哎，爱不重不称娑婆，爱和千尺浪，苦海万重波，哎，所以在这里面，这个楚石大师啊，这一位大师他你看，写我们人间的这个。他用这样一个角度，那我们石塑大师呢，这里面又是一种又是一个角度来写这个。垂杨细画舫，水影照西子，色艳比妖桃，命色如苦梨，长歌丝竹叫，短舞山云起，真望为神仙，须臾成慧渣。说在这个一个平静的湖面上，在垂杨之下，一个美丽的画舫停泊在岸边，在静静的水影当中啊，倒映着啊一个如西子美女啊，这样子西子啊也是。这个西子本来是指比喻这个西湖，好把西湖比西子啊，也是美女，啊，色艳比妖桃，那个哦长得又漂亮，血色那么好看啊，脸色看上去，哎，像熟透了的那个桃子一样，但是命色如苦梨，哎，命啊很苦。他是前面那个是青楼女子，这个是一个卖唱的，好像是啊歌女一样，哎，长歌丝竹叫，他唱歌的时候啊，哇，管弦丝竹，哇，很都是配给他配的乐，短舞山云起，轻歌慢舞之际，哦，人的这个山云起是指什么？这人的这个意念都动了，哦，男人看了之后啊，都啊，心都被他啊激活了，真望为神仙，大家哦都，哎，围着圈子看哦，哦，然后有的垫着脚看哦，有的实在不行爬到墙头上看哦，哦。真望为仙子，大家来争先恐后的来看，都说哎呀怎么这么漂亮，怎么这么漂亮，须臾成慧渣。但是在时光面前呢，须臾情即同慧是什么？污秽的。渣是什么？是无用的东西，废品。慧脏的，渣是无用的，成秽渣。所以这个寒山大师，我们楚石大师、石塑大师，如果这个他们所喝的这个词啊，我们去深入的时候，无非一个这样一个老婆心切哦。我们人呢，女的动情，哎，是缺点；男人动情也是缺点。这个世界上，哦，讲情讲爱的时候啊，对我们来看，生命，这个生命的木头在长江当中飘的时候啊，已经被东西系住了。再也不能自由自在飘向大海了，哎，那个外国人比喻叫什么？叫丘比特的箭，哇，射中心了，
让这条鸟一样，本来是空中自由翱翔的，被圈套住，然后归入那个漂亮的笼子里一样。作为，有的很多人就说，那这个世间不是很正常吗？那如果不讲这个世间的情趣，是这样啊，要想都不讲这个，那这哪里可能呢？就像人都考状元，谁有可能吗？都做博士有可能吗？每年高考要刷下来多少？那个考试不好考的，你说都成了，都成了，哎。所以佛教里讲啊，出家乃大丈夫，哎，大丈夫之，哎，之行也。出家是大丈夫的事了，非王侯将相之所能为。为什么？王侯将相可以征服他人的，出家是征服自我，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的。哎，就是全天下都宣传这个，也没有几个人能过关的。哎，但是天下如果一旦没有人能过关，天下将，哎，那个有高超的智慧哪里来呢？高瞻远瞩的这样子的，哎，志气凌云的这种好汉哪里来呢？哎，为什么叫凌云啊？那个云是什么？那个就是那个云雾河了，哎，春雾河，能够冲过这些，才会有啊，哎，过人的智慧。这世间的60亿人，有过人的智慧的人啊，有超人的智慧，有超一般的慈悲。哎，所以我们国家以前啊，这个古代的时候说在真命天子。真命天子那有时候也不行的，所以非王侯将相之所能为，自然的道人啊，修行者就成为天下之最令人崇敬的，哎，成为所以鲁迅笔下民族的脊梁，哎，就像现在我们很多讲啊，那个情啊，亲啊，那不是很正常吗？但是如果你没有大浩然之气，你怎么会大义灭亲？如果不能大义灭亲，那天下岂不都是张冠污吏啊？那谁来为天下之人民着想？谁为国家前途而去奋斗呢？所以不单单出家人里面需要，作为国家也是需要这样的菩萨的，哎，也是需要这样菩萨的。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这样的修为，这个出家修道是免谈，就是连国家忠臣良将也难找了，哎，这个不容易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考题，是一个考题啊！你说我这个东西不可能没有的，是人就要有的。那好了，是人都有的话，那你娶了老婆了怎么办？你看到外面美女，你怎么样？那还是有个度的，有个限度的。你可以对你的，哎，你可以在没成亲的时候啊，你可以找到你所谓的有缘啊。蛤蟆看绿豆，两个可以对眼。如果你结婚了，给你有你有儿子有女儿了，你外面老对眼，还是对吗？所以啊，虽然我们是法师啊，我讲这个，有的人会听了不满意，但是也是要有一个度的。作为一个正人君子，作为这个社会上安定的因素，哎，不能看到美女就就是春雾河，那还了得了。你这个春雾河好了，家里老婆这个秋风起了，哎，
不单单如此，哎，那这个，所以这个社会啊也会乱掉，所以这个是一个起码的人性本能的一种制约，哎，它还是应当受到制约的。你就是说人是本能的哦，这个七情六欲，就是你七情六欲如果许可的话，它也是有个限度的，也是不是无限量的，哎，所以更何况我们比如说我们修行的人，哎，所以在受五戒的时候，在家五戒净行受不邪淫，出家时净行受不淫欲，但是这个是要斩断的，不单单这样斩断，不管是我们佛家也好啊，道家也好啊，这个都是说你有没有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呢？哎，我93年遇到我们桂林老法师的时候啊，他就是开门见山的跟我讲，哎，说什么是功夫。什么是功夫？就是修行啊，男女色能够断，这就是功夫。男女色不动断，口若悬河，没有功夫。哎，老人家，你看就是他不识字，但是他火化在我们天龙寺火化出来5000多颗舍利，夜不倒单。他不说夜不倒单，他就是不倒单的，白天晚上都不倒单。哎，70多年，将近80年，活到99岁了，圆寂。所以我们东方有我们东方文明有这样子的制约，难道西方没有吗？我发现西方也是有啊，西方更直接，哎，一男的对女色过得了关过不了关，每天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哎，你看交谊舞，我们中国以前没有的，西方传来的，西方跳交谊舞，男的女的要抱在一起的，又不是自己丈夫只能跟自己的妻子跳舞，谁都可以跳的，就看跳，你跳跳动动不动不动心，说那你怎么知道那跳你怎么知道不动心啊？西方人跳舞，你看我们以前讲过，我们仔细看一看英国人也好法国人也好，那个男人是怎么样的，那个小腿是露出来的，像我们出家人现在穿袜子，哦，袜子是这样子的，套上来的布袜，哎，还看不清楚呢。那个西方人整个就是小腿露出来的，不管冬天还是夏天，小腿露出来的，为什么？那个就是一个标记，哎，你男人好色，你那个腿，你就腿就腿肚子就没有，这是个标志。哎，为什么我们出家人修行说，哦，这个人这个和尚厉害，光脚赤脚大仙，冬天也能赤脚，这也是一种标志。哎，说明他在断欲上有功夫，他所以他能赤脚。你们想试试看，零下20度你赤脚试试看，这不好吃的，零下2度好了，哎，0度左右赤脚试试看，哎，不容易的。但西方人他是直接的，你看。哎，你搞艺术的什么也好，直接让你，哎，你跑到你看欧洲那些城市，有一些，啊，这个街头雕饰，女的也裸身裸体的，男的也裸体的，那个雕塑都坐到那边，大家看了也没什么，哎，有的这个我去过西方的那个弟子跟我说，你跑到美国啊，有些国家那个海边上。男的女的在一起海边上裸体日光浴，他们很正常，觉得没有什么。中国人游客就看了，哇，这个过瘾了，口水流着，眼也不眨，咱们就在那看。哎，同样西方的交谊舞，西方人跳的还挺不错，到了中国一跳好了，男的去跳交谊舞就要学坏，就外面要勾搭女人，女的一学校一跳交谊舞好了就不正经了。这个说明这个方面，我们东方虽然讲东方文明，我们比较含蓄，这个问题还真没有直接是单刀直入来克服这个人性的这个缺点。西方早就在克服这个问题了，西方文明为什么现在呼起来了？哎，起来了，它就是
我们讲那个唱歌剧，不要话筒的，下面几百人几千人就我只要一抱我就能唱出来，大家听得清清楚楚。你没有底气，没有丹田之气，哪里那个你这个你想唱出来啊？哎，就是的，女的你好色也唱不出来，男的好色也唱不出来了，你没这个底气的。哎，所以我现在看好我中国，看好就是一些古老的、老的这个传统了，里面还有点道德了，家传中医，中医里面他也会强调这个。哎，你中医如果这个中医是好色，你看病绝对不会看好的了。哎，你身体不好，加上没慈悲心，没有用的，打针灸都没有用，戳得对方疼而已。哎，中国传统的这些，它都是需要这些功底的，不单单修道是如此。哎，中医啊，那些戏曲啊，你们唱京剧的，哎，唱京剧作答唱念。样样都会，那你没有一个功底，除了从小就练之外，哎，如果是一个人没有一点点道德修养的话，不成器的。你唱出来没有底气，因为作答的功夫没有，你看一看就知道。哎，当官也是如此啊，一个当官没有一个正气的话，你怎么纳百姓哦？你哪里有那个福啊？你操，你没有这样一种德行修养，哎，你做万人之上怎么可能？哎，不病才怪呢。哎，所以这个特别在《袁了凡》里面也讲到了，千金的人啊，千金的价值必有千金的人格，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啊。这个特别宣化上人也是强调。你要说秘密，说修道的秘密就是这个，哎，所以啊，不管是男的女的，大家确实要留心我们自己的修什么。哎，动物的本能你不能够被理智所控制，你说修个什么东西的。哎，所以啊，大家要来面对我们自己，多观察自己。我们能在时间面前保持安定，能在空间里面而安住，哎，能在境界面前依然不动，哎，一旦动了也能够知惭愧。这个还是我们东方人呢，老祖先呢，不愧我们东方人的子孙，哎，龙的传人。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寒山大师啊，这是八句是对我们非常好的一种啊这个提醒啊。我们大家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
如果你关照死亡，你将会发现你不需要任何事物。听闻的人们啊，把死亡时时刻刻记在心头。一旦你把诸法无常、生命极端脆弱和死亡威胁无处不在的信念根植于心，你就不会向往寻常的人生欲望。除了希望能够在隐僻之处修持佛法，你将一无所求。让我们看一看弥勒日巴尊者，他仅仅以荨麻为食，以棉布披巾为衣，却在一个盛世之中证得持名上师的无上果位。但是如果你缺乏远见，没有深刻的去思维死亡和无常，那么你将难以停止去追求人生中无意的事物。欲望总是多过需求的串习，将持续下去。即使你拥有足够的食物，你将仍然想要去品尝更美味可口的佳肴。即使你拥有足够的衣物和适当的住所，你将一直想要获得更时髦的服装，以及一床更大、更舒适的房屋。虽然你已拥有一个伴侣或爱人，你将不断想要寻找一个更好的伴侣或情人。这些都是你总是忘却死亡有多么逼近的征兆。如果你没有盲目的相信，你还会在世界上活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你为什么还把全副心力投注在规划未来之上？过去伟大的修行者把自己形容为无常之念根植于心的瑜伽士，他们清楚了悟追求俗物的徒劳无益，他们的心完全转向佛法。由于他们受到死亡念头的激发，因此他们的佛法是以简约生活为基础。他们也知道他们将在一个荒芜的洞穴中面对死亡。当然，所有这些伟大的修行者如今都已故去，因为死亡是一切众生的命运。然而他们如今身处净土，不再投生轮回，而所有那些追求今生欢悦的人则深陷无尽的轮回苦海之中。如此深奥的远见能够深植于心，乃是时时全心关照死亡的结果。对死亡的全心关照是一种如甘露般的良药，能够使你恢复健康，也是一个监督你修行的哨兵，绝不会让修行的戒律偏离正轨。